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森。今天我们要来买块，我们今天来玩买块超正常生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刚。今天又是一个良辰吉日哦，我们今天呢又要从头把买块重新再玩过一遍。不过今天呢很特别，虽然我们玩的是超级正常，绝对不会有什么奇怪的怪东西混进来的买块也会生存，太长了啦。Demo but 给大家一点天有异象，抬头往上望，你会发现群星环。等一下啊 ，Type Set Light， 你会发现群星环绕。平时嘞，雾霾也通通都不见。八大行星连成一线，鲁迅曾经还下雨。鲁迅曾经说过，八大行星连成一线，必有灾难也。哎、对，今天灾难，今天嘞。我们要来挑战2020年 Bob 们最喜欢的买块超级正常人会的，太不正常了吧，太可怕了。这个系列来我们会把买块从头到尾再重新 RE 一遍，一切呢又会回到从咒术数开始的那一步。那今天呢会有一个黑洞啊，在这个世界里面不停的跟着我。对，你没有听错，这个世界呢会随着时间慢慢的瓦解，而且每过五分钟它会慢慢的变大，从原本的1×1慢慢的变成2×2、4×4、8×8、16×16，直到这个世界瓦解为止。太可怕了！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挑战，看看可不可以在这个世界毁灭之前找到传说中的3颗钻石。那么在今天开始之前呢，大家一定很好奇羽毛为什么没有来，对不对？羽毛，我是羽毛。对了，对了，他是羽毛啦。大家好，我是羽毛。没有啊，今天羽毛嘞，他在游戏开始之前，因为一些工程的意外，他已经被吸到黑洞里面被吸走了。Oh my god！ 我去救他。在今天开始之前啊，要是今天如果我们三个人都成功活下来的话，他下一集就会复活了，他就会从白洞被喷出来。在今天开始之前啊，如果大家喜欢这种超正常、不会有什么奇怪的东西的麦块生存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。那我知道，那。要是你今天如果有点大大的喜欢的话，你身上多余的脂肪就会通通被黑洞吸走。我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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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健身了，谢谢。还是要健身啦，脂肪被吸走跟肌肉量是两回事，好不好？完全是两回事。你知道多余的脂肪被吸走，就会像是我一样嘛，干干扁扁的这个样子。真好啊，太瘦了，不行，对，太瘦，太瘦，太瘦，所以你还是要练一下你的肌肉量这个样子。好，那废话讲这么多，我先来跟今天第一天来的羽毛跟你讲一下，羽毛，跟你讲一下这个系列怎么玩哦。等等嘞，我们一个人有3条命啊，挂掉的话嘞，你还有2条命，再挂掉剩1条，再挂掉真的就一命呜呼的时候嘞，你就要变成观察者模式，然后在旁边祈祷其他人可以找到剩余的钻石这个样子。然后嘞，今天除了我们每一个人有3条命之外，每过5分钟我们的黑洞呢会越变越大，越变越大这个样子。那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规则，就是不能够垂直往下哦。他是不是喜欢你 啊， 我知道为什么了，我知道为什么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羊喜欢吃草，然后你是羽毛。当大家觉得你是哈基的时候，只有羊知道你是谁。好，既然大家都准备好之后，就准备 go go 咯。好了吗，哈基？好。那我轻轻敲一个指令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了。那我们先剪刀石头布好了，好不好？那好，你的那个人，他可以决定黑洞身在哪个方向，好吗？好不好？好。我们在聊天室窗里面打出剪刀石头布，剪刀是1，石头是2，布是3。那一起按 Enter， OK 吗？准备喽。好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。哇！耶！好，哈基，你可以决定。其实还好啦。你可以决定在一个地方生成黑洞，你要在哪里生成黑洞啊？跳村庄，大海。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们从大海那个地方开始啊。我有跟大家讲过，今天的黑洞它不只会在原地，它会跟着我们到处跑嘛。就是尽管我们没有吧，尽管我们跑到天涯海角的时候，它还是会从大海跑出来，就是追我们。好，那我要召唤黑洞喽，准备喽。好，好，我们召唤在那个桥那个地方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准备喽，我要打出指令喽 ，black black hole start， 一开始的大小是1，来准备喽，3、2、1 ，ready enter。哇！出现了！他来了！快跑！我跑开了！哈基的力气好大！哈基快！快点！哈基，我的脂肪比较多。哈基，加油！哈基，我找到一点食物。我要吃的。哈基，他吸力有点大。哈基，
阿吉不，阿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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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光，小光，我们快跑！阿吉，阿吉，你复活的时候，你可以提笔到我们身上，你现在剩下两条命。Oh no, oh no， 才游戏刚开始哎！小光，小光，小光，跑起来！小光，跑起来！我找一下东西。我刚刚拿到一些，我刚刚拿到一些面包。那阿吉，我先分给你一点面包，然后我这边有一些树苗。小光要快点跑，我觉得那个黑洞有一点可怕。来来来，快！哈基吸一点东西，哈基吸一点东西。黑洞现在人在哪里？我现在没看到黑洞呢哦。小光有感受到？有有有有，他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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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快！我们先打树，我们先打树。面包你捡起来了吗？面包你捡起来了吗？我没捡到。面包应该在地上，地上，地上，地上。面包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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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到，看到，看到。OK OK， 好，我们先采一点，采一点，采一点树木好了，我们先采一点树木。好好好。好有压迫感哦，好有压迫感哦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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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已经少一命了。只要开始感受到一点点吸力的时候，就快点往前跑，好吗？好，那我们时间已经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了。我们时间已经过了大概一分半左右了，在三分钟左右就要变大两格。然后它，我有跟大家讲过，它变越大的话，它的速度越快吗？不，还会变快哦，变快哦。哎，所以现在是简单模式哦，那。做点事啊，各位！在做，在做，不简单啊！做点事不简单啊！啊，我们是有一届，是变成一个人六条命了。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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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！那个，先要不要先合成点东西？先合成点东西。好，来了，来了。等一下，我还没被洗澡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有点怕怕。我先再下，再下，再下，再下。好，我有，我有这个了。好，工具台带走，小光，我先跑了。哦不不哦不哦不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哈基，哈基，你人呢？哈基，你人呢？我在挖石头，我在很远地方挖石。我看到整个方块飞到天上，小光快跑！小光，小光快跑！快跑啊！我就不要工具台了，我就不要工具台了，不要了，放了，放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石头在哪里啊？他自己，他自己在你的后面，我在你的后面。这边打掉这个会掉树枝，打掉这个会掉树枝。那我们的规则是不能够垂直往下挖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对也必须找个矿坑，而且这个黑洞啊，它是武士地形的，所以代表说我们在黑洞，我不是在黑洞里面，我们在矿洞里面的时间呢、啊，其实也不能够待太长。如果待太长的话，我们就会直接被它贯穿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哦不，好好，我也想挖一点石头好了。它这已经是石器时代了嘛，对不对？我石器。好，为什么你们两个都石器，我还在木头时代啊？好好啊、时间还剩下大概两分半左右，就要晋升到二阶段了。各位，只有点我这边有一些面包，你要吃吗？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可以，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来，有没有食物？谢谢，谢谢，通通给你，通通给你了。好，食物，往上爬。对，我们需要一点食物的来源。我现在还没看到黑洞追到沙漠这一区，还没。我们慢慢走，好，不要浪费体力。对，好。兔子是食物。兔子，不要吃兔这么可爱啊！可是现在很可爱耶。我要代替繁星。惩罚你，那我死了！不要生气，我要死了。你已经有铁了，为什么？没有了，这个是只是啊！各位，后面，各位，等一下，我帧数有点低，我帧数剩下13。等，各位，我什么？我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呐！快一点，等一下，我帧数好低，我帧数好低。正常多了，我看你们没有在动哦，你们动起来，你们动起来，你们动起来了，我们动了。OK， 好，目前好像还好，对不对？剩下一分钟了，各位。对，还行。你要去那边吗？你们去海上吗？海上吗？我坐船的话，是不是可以刚刚拉开一大段距离啊？哎，有吗？对，对，我觉得坐船可以跟他拉开一大段距离。我们再去多采点资源好了，好，够。剩下三十秒。哎咻，食物的话，我还没看到那些猪猪、牛牛、羊羊的。你们是不是都不见了？我在小光这边，还是捕鱼啊？捕鱼？捕你个头啊！捕鱼，太慢了吧？捕鱼，你们在游泳直接被吞噬掉吧？然后天色要变晚上了。Oh no！ 我们刚刚在村庄的时候，是不是应该多带一点那个啊？多带一点食物出来的，太慢。对，村庄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。前面有羊羊。吃羊羊，你们有斧头吗？有，我有。好，那你砍一点羊肉起来好了，砍一点羊肉起来好了。然后我觉得我们需要前面还有牛，牛，前面还有牛。牛牛。
好，妞妞，石头，我也来做一个斧头好了，我也来做一个斧头。我觉得你还有多的铁吗，哈基？我没有，我没有铁，我做我没有铁啊，就石头。啊，你刚不是升级申请的工具？那是十字的十字斧，理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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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们要不要做个熔炉？要不要做个熔炉？然后烧点东西。好，有时间吗？挖个煤蛋，感觉起来还可以。黑洞啊，要升级喽，各位要升级喽。升级。哦，顺带一提啊，升级的时候啊，我必须把原本的黑洞取消掉，好，然后再生成一个黑洞在我家附近。哦，要生成在哪里呢？我看看哦，我们就生成在那一棵大树那个地方，好，就一坨树的那个地方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这次是二乘二，三二一，生成。哦，我看到这个，快点！跟照，跟照，跟照，跟照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好，我们先挖一点东西好了。它现在是2.0的大小，也就代表它是二乘二，它的破坏力还有它的速度都会比我们刚刚快一点点，这个样子，一点点快了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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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就是这个 CDR， 你拖越久，成功率越低，这样子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哦豆，哦豆，哦豆！顺带一提哦，这个 CD 来这个作者嘞，这个指令包呢，有 Bob 在问说，阿瑟迪挖的这个指令包，我要去哪里才挖得到？这个指令包啊，它是贩售的指令包，一个月要600块钱。那你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找我们。我听到僵尸的声音，找黑洞过来了，黑洞来了，黑洞来了，黑洞来了，我看到的是小块。我刚刚哼的那个好像那个斗阵特工哦，黑洞出来了。哎，我刚刚讲到哪里啊？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点一下那个影片正下方有一个 no， 有一个 no， 没事没事没事，有一个那个有煤炭有煤炭，我们先挖点煤炭起来好了。有一个连接，有一个连接，你可以去看看。那你要这个指令的话要600块钱，那你要去看看这个指令，就是你想不想真的要花600块钱再去买啊？如果你只是想看看的话，看我们玩就好哎，没有错。好，那我挖了一些石头，我来做一个熔炉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OK， 有熔炉了，然后煤炭丢进去烧点食物来吃，然后我来放风看一下目前黑洞在什么地各位，很近吗？很近吗？很近吗？我是觉得我们坐一艘，我们坐一艘船先跑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坐一艘船先跑了，好好好好好好。船是这样子做，我也做好了。然后食物，等一下，我不行，我现在帧数有点低，哇哇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要走了。帧数有点低。等一下，我们要走，等一下，我不行，有点快，现在有点快，撤，我没法撤，我船放不出来，我船放不出来，我放不出来，我们先用跑的，跑不掉，可以，我现在在岩浆，我现在在水里面，等一下，我被吸回来一点点，我看你们都没有在动，我看我的船已经停在那个地方了。我被吸了！我看到你们了！我的船！先远离他！先远离他！哇！这里是珊瑚礁地形哎！完了！我远离他嘞！你们两个嘞？我不行！我在远离，我快被吸过去了！哦 no！ 你们两个不行！小光，我不能动！小光，卡起不？我先到前面那个地方去等你们好了，我先去前面那个地方等你们。来了，哎，嗨，哈基，好，好，小光跟上了吗？我来了 ，TP 我 TP 我就行了 ，TP 我就行了。嗨，小光，我的东西都没了，救命啊！没关系，撑着点，撑着点，活下来就好了，活下来就好。嗨，活下去。我们我大概抓到诀窍了，你离黑洞越近的话，你记忆体的效能你会被吸进去，对不对？我完全没办法动作了。你知道黑洞这个东西啊，该是科普时间了。刚刚前面讲的大概99%都是屁话，现在是认真科普时间。黑洞呢，旁边有一个一个观察的一个边界，叫做世界边界，还是叫做世界事件。好像是叫做世界事件的样子。那在那个上面呢，如果你是一个太空人，然后假如你是一个无坚不摧的太空人，例如这个是大前提，当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。那在外面，如果你看到一个太空人进到黑洞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你会看到那个太空人越接近黑洞，他的速度会越来越慢，然后直到停留在黑洞的表面上面，就是那个事件边界。哎呦喂啊，有浮须！哇！哎呦，对，就很像是我们刚刚的东西全部停下来的那种感觉。然后顺带一提，在一分钟。我们的那个要升级嘞！哦不，要变成3×3喽！这边有那个小遗迹耶，这个遗迹里面会有东西吗？哈基，看一下。会有一些，我记得可能会有东西啦。那我们要下去看看吗？要不要赌命？搞不好就有钻石。搞不好就有钻石耶！就结束了吗？好像好了。
搞不好就系列完结了，要多黄金就是了。好哦，可是我没看到东西来，还是不会再那么深。那我也不知道。Oh no! Oh no! Oh no! 看一下附近有没有好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好好好，我们先走，我们先走啊！船呢？船呢？我们刚刚坐的船呢？哈基呢？船被吸回去了，来不及。我在附近的遗迹。没有船了，快跑啊，各位！哎呦！快跑啊！快跑！哎呦！我身上刚刚有一艘船，你们的船有带在身上吗？你们的船有带在身上吗？我没有船。好，来，那小光白。小乖乖，不要，我的船只能够单人坐。不要，我要坐在你旁边。走开，我把你甩下去。下船，下船，下船！快来了，快来了，不要走，下船！你继续划你的船，我走了，再见。等我一下，拜拜。等等我了，哈基，等我。哎，我们这个系列要不要来再制定一个小目标啊？我们除了挖到三颗钻石，我们要不要做一个温馨的家？温馨的家、哦、不是啊，这个船你还有钱去做家是不是、啊？迪加布，家要被吸走，快好快，哈基好司机。通常旁边这种地形啊，是不是会出现那种废矿啊？会出现那种废矿、废弃矿坑、废弃矿坑里面的箱子有机会生出钻石、欸？哎，是那个吗？哦有机会去赌赌看。好，我们先上岸好了，然后顺带一提哦，上岸的时候我们要稍微暂停一下，因为节目 stop。等我一下，下面完了完了完了，我们跑那么远有屁用哦，我们跑那么远有屁用哦。stop。好，小光，你还没有选他要出现在什么位置嘛？对不对？对啊，你选一个好的，你脚下怎么样？我不要，好，我选脚下，我们一起散。我不要，会死。我们选那一座山壁，好吗？我们选那一座山壁。好，我不知道那够远吗？更远那一座好了。好，最远那一座。太远了。那准备进到3×3的世界喽。3、2、1，Go！太远了。好，近一点点，准备要跑了。等一下。哎，你给我过来！我们一起走，。来了。好，有点抖。3、2、1，生成。有了，跑起来。3.0，3.0，3.0。上楼。快哦！去看看有没有废矿啊！去看。好。等一下，救命！你们不要这样子。我感觉到了。这样子。打一点木头，他人在哪里啊？哎，我看没有在动啊。我看到船被吸走。我觉得先跑，我觉得先走咯。太妙哦！我们刚刚是不是应该把船拿下来啊？啊，对，你们东西都不见了嘛，对不对？嗯。哦不，废矿，正前方。废矿。我们去废矿看看，可是速度要快耶，一进一出，好吗？好。进进出出，右边还有一个，我们集体行动吗？还是？我走右边。好。分开来。好，哈基，你看右边，我跟小光看左边。好，好报告，左边看完了，看右边。好，我们看右边，太快了。左边，左边洞浅浅的，但正前方那边还有一个、欸，哎，要不要去看看那个？这里好像好浅哦。好，我可以来看一下这里好了。这里上来之后颇深的呢。啊，这边有没有钻石？但是有铁，然后有红石。哈基，红石来了，做点事情啊，红石。红石哦，吃下去，吃你个头，吃你个头啊！我是不是感觉到要来了？我也感受到一点点的感觉，我游不过去了。等一下，用游泳的姿态，用游泳的姿态。哈基，我被吸走了，哈基，我的东西，哈基，等一下，你在哪里？哇，我不行了，可以，上岸吗？上岸快点，我来了，等一下，我上不了岸。垫东西，垫东西，快，可以，我在努力，我好像来不及了，可以，好像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等一下，又被吸走，那东西，我看到现在飞过来了 ，No， 阿吉，我看到小哥被吸走了，黑洞，救命啊！被吞噬了，我不行。黑洞跑走了，等一下，我有机会，为什么爆炸声？等一下，我溺水，想办法，哎、欸，等下矿车，嗨，矿车，啊 ，no， 我要呼吸，我要呼吸，给我呼吸，死，我还没死，我是被射死的，我真断线呢，被吸掉断线了，电脑都被吸掉了 ，Oh no， 嗨，各位，天亮了，各位 ，Black， stop。
们再到哈青那里去吧。好。啊，哎、啊，等一下，我的头发，我的头发怎么不见了？头发怎么了？你还好吗？我想要头秃了。等等我的头发，等等我的头发。头发被吸走，买顶假发回来呀、啊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好，好，请问一下，我可以问你一个很真诚的问题吗？你觉得我们真今天完成这个任务吗？我们是一条命，我们要努力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努力，我们要努力。我剩下两条，然后你们各剩下一条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是，大不了重新来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来来来，我要把东西召唤出来喽。Black hole，four，four， 什么 four？不是 four， 不是 four， 还是三，还是三，还是三。笑啊！在笑。A R T， 我打这么慢拉近你还不做事，快点！做事做事，可以再打慢五分钟吗？我觉得语言能力可能组成有点问题。不行，这里太贫瘠了，我们做什么事情？快点做事啊，各位！有了有了有了，等一下，有点大，有点我在跑了，心里有点大，心里有点大，下有一点大。哦，我逃走，我逃走，我逃走。快！我骗你，我骗你，我骗你的，我没有逃走。好像你有你一点快，我逃走，我逃走，我逃走了。好，木棍，干嘛逃走？我们要从头开始来，要快点去找到铁，至少要有一点点铁，然后我们才能够那个慢慢的那个去，至少有挖钻石的本钱，好不好？是三颗钻石，三颗钻石。你们能跑去哪啦？我们在下面，从那个悬崖，有个悬崖那边，悬崖下去之后，我看到你们，我看到你们了，这边有木头，好，挖了马上走，挖了马上走，我们现在要认真玩了，认真玩，认真玩，好好。这里有没有？有那个生块钻石，钻石吗？生块钻有可能出钻石。好，看了之后马上要走，马上要走。可是这里需要攻略一下。可是来得及攻略吗？哎呀，你们人在哪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没有。你们在上面。好，跑起来，各位。好了，跑起来，我看到你们了。跑！我感受到 CD 喽，我感受到 CD 喽。哦，我们要跑，我们要跑，我们一定要跑。你在我们的你们两个在我的左侧，所以现在我们往中间集合，好不好？往中间集合。中间。我们必须要一举一动。我现在来到最上面，了。用你们的跑酷，用你们的跑酷。跑起来，各位。好，跑起来。你们还在下面，完蛋了啊！你们。我在跑。完蛋了啦！你们快点啦！阿布，快出去了！感受到 CD 了吗？你们两个？还没有。OK， 好，那快，因为这现在3×3的黑洞，如果已经感受到 CD 的话，就代表你差不多已经要去了，好不好？我已经感受到 CD 了，感受到 CD 了。大块哦！我动不了，用力活下去啊，各位！来了！我看到，我出来了，啊！小心这边有个洞，我终于出来了。我活出来了。OK， 这里太贫瘠了。我们要不要再坐船去下一个岛啊？要不要再坐船去下一个岛？可是坐船会浪费我们的时间，就代表我们会有更少的时间可以再重活下去。但是必须要再坐一艘船，对不对？你们现在身上有木头，可以再坐一艘船吗？我现在发现前面有沉船，前面有沉船，哈基 go！小朋友游，小朋友游的，小朋友游，左边，哈基，左，看到了 ，OK， OK， 来，小光，你等一下上岸的时候先坐一艘船，有海豚，我没有木头可以坐，好，先忍住，哈基。啊，地图，有地图代表有可能会有那个东西出现，可是我们的速度要够快，快到黑洞还没来找到东西。可以帮我挖一些木头吗？拜托，哈基挖木头，我可以给你们一些好东西，来，这个，你看这个要快，有，来，小光上啊，金苹果碎了，这口条强，啊，沉下去了。怎么沉下去了、啊？没事，我去拿，快点！上船，我们要先走 ，Go！阿基等我，不要理他 ，Go！ 快上来，上，我们一路向北，好不好？我一路向北。好，我们先一路向北，然后再过差不多两分钟，要四级状态了，各位。Oh no！好，我们先在这座，为什么会有一个方块在空中啊？啊嘞？咦？哎，不会，这是我们来过的地方吗？有吗？不对啊，这什么地形啊？麦块会生成这种地形吗？你们人在哪？我在你头上，头上。哦嗨，你们正下方这边有个小矿坑，我看一下。
有吗？好好好，简单搜一下之后我们就离开这里。好，他可能是生成到一半失败的，没有没有没有矿车，没有矿车。对耶， okay, 好奇怪哦。OK， 离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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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往这个方向走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继续往前走好了，继续往前走。好了，有我三个人，一人一勺，一人一勺，这样子比较方便。好，可以都通通跟着我走吗？剩下一分钟，我们要来建造四级黑洞了。四级黑洞。搜完这个洞窟，我们来看四级黑洞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喽。好，进去。这里没有，我刚刚不是看到海市蜃楼吗 ？Oh my god！ 好好好，幻觉，带着船走，带着船走，来喽各位，带船带船，我要生成四级黑洞了 ，Black Hole，Oh no， A C K Stop， 然后又来生存四级黑洞，生成在哪里？生成在那座山好了，好不好？就是刚刚我们经过的那座矿山，好了 ，Black Hole，Start for。OK， 跑跑跑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还看吗？跑起来啊，跑起来啊！对，这里有遗迹，这里好像有东西。遗迹，来不及了啦！可以，勉强看一下，勉强看一下，勉强看一下。啊，有遗迹耶！这是什么遗迹啊？这我也没看过。Minecraft有这种东西？诶，啊，有箱子，有箱子，哦，有沉思。这是沉思的那个遗迹吗？我不记得有在岸上这么大一个的。好神奇的，还是我们太久没有生存？这是什么？哪里？哦，箱子里面有什么？都没有。所以是藏宝图是不是？对。啊，有些食物，有些食物。藏宝图我们要带着吗？斧头也有啦。多少多少多少带着？多少带着？好了，好，够够够够够够够。箱子打不开，已经那个道打不开了。这些东西。哦，快快快快快 ！OK， 好，够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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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，小心有洞哦。好，小心小心。还有洞吗？对。OK OK， 继续往前跑。你们肚子饿吗？我肚子好像有点饿。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贫瘠啊？这个世界太贫瘠了吧！我吃腐肉，我刚从那里腐肉。我是拿金苹果来充饥。我靠！你吃金苹果？我给了一个，给了一个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金苹果可以充饥了，金苹果可以充饥了。你继续往前走喽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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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往前游，继续往前游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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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快跑哦，各位，快跑哦！啊，不要！阿基，来了。吸力好大，可以拉我一把吗？各位，你们加油！加油！我逃出来，我逃出来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快快快快快！有村庄，有村庄，有村庄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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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那个山已经不见一半了，各位。哦，山已经不见一半了。救这些村民！我们有，等等。我们躺他的床，躺他的床。现在是晚上，现在是晚上。食物，小光，你收集食物。我们先躺床吗？先躺床，先躺床，先躺床。好好好，床。小村民，小村民，黑洞要来喽！床。你现在无法休息，有怪物，有怪物。怪物走开！哦不！等一下，到我吸。黑洞都要来了，快点啊！没办法。先躺，我躺了。好，其他人来。好，找个床。快！这里没有床，这里没有床。快啊！这里有。小光是你。床，来硬个，快睡觉！不要再睡成硬起来啊！好，来了，可以了，睡了，硬了，我真是。啊，好，够，床带走，床带走，啊，对，够，资源收的怎么样 ？OK， 好，食物先带走，食物先带走。我黑洞来了，跑，各位跑，快，跟着我跑，小光跑 ，OK， 跑，正前方有蜘蛛，右边吃掉一半了。我们先朝这个地方跑，先朝这个地方跑，来，两只狐狸跑，好，我看到了，跑，跑到，好，等一下，刚刚黑洞的那个方块喷到这里来，哎，好可怕。我们现在可以那个打一点木头，打一点木头干嘛？木头。收集它。哦不，收集塔会有钻石吗？有箱子，有随机箱子。随机箱子会出钻石吗？各位，我刚拿到三个铁，是铁剑。对的，那个盾牌，哎，对呀，三个铁先。铁镐先，铁镐很重要。铁镐先吗？来，丢给我，我丢给你。你先做五个铁，都给你了。哦，先做食物吃。带木枝也给你。好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感动。哎，各位，他们村庄已经吃掉一半了。好，我马上来。OK， 那个盾牌，你们谁要拿盾牌？我。盾牌。我好，都给你们，我只有两个。哈基。他在吸了，要跑，先给你，他在吸了，能听见我吗？
他在吸了。有，我们在跑。我为什么跑不起来？哦，因为我没有食物，不是他在吸了，白痴哦。来了，你要不要吃这个？我刚刚已经吃了几步了。好，小心。你后面，小光，你后面跑去收他们的东西，去收他们的东西。好，我冲进去，我冲进去。好，冲啊冲啊！里面有武器的，快冲啊！有冲进去了，有武器的，快冲啊！我有武器，全部往你们那边冲了。有些人在看我，有些人在看我，哦、没有，只有食物跟铁。有奴。好，那快跑！那我们走了。食物，我也带一点食物走。我帮你们砍他。好，我身上现在有铁镐，必须一定要让我活着，因为我只要挂掉的话，这个系列就完了。我帮你挡子弹。好，正前方有个洞窟，要稍微探索一下洞窟吗？好，火速探索。后面有一群人，有粉丝来了。好，哇，好多。我们先跑，先跟黑洞拉开一段距离，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顺带一提哦，我们的世界呢，现在是4x4，然后我的记忆体已经来到了8G，已经现在是7点多 G 了。如果再上去的话，我的伺服器会爆炸。没有办法飞上去，所以最多整到这里。然后，洞窟，很深。Go！哈基有跟上吗？有，我在后面。火把，我需要一个赖打。Oh my god！ 那个声音是在警告我吗？撤！没有东西。撤！没有东西。他跟过来。你干什么？抱歉，今天不行。我们要撤快一点，因为黑洞马上就要来了。好，来了，要来了。我赶。消息塔还在，还有点时间。我觉得我们必须跟黑洞拉开一段距离之后，我们再去洞窟里面才有机会。好。正前方有一个洞窟，一个洞。右前方。村庄。超 lucky 的。拜托。Onigashimasu。Onigashimasu。我来了。好，还有机会。一个村庄，它里面有机会会出转职，但是几率不高，但有机会。有机会好不好？而且我们现在很早来，还有点时间可以收。可以。好，收起来。一些帽子一顶。我收食物。好，食物我们需要多一点。我们终于进入一点轨道了，你知道吗？可以。我打这么久，终于进入轨道了。好，然后现在你们两个各剩一条命，就是不残血不会玩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有点压力。对。绿宝石。那不是，我们不要绿宝。绿宝石可以换一点东西，但是这个村庄感觉就很穷。那边都收过了吗？这边没有了，没有箱子。OK， 好。下一个村庄吗？还是正前方有个大洞窟要去看看吗？这里，在我这。我知道你们不知道我在哪，我在村庄的这一侧。村庄那一侧。各位，我有一组面包了。好，你可以分给大家一点吗？我在你旁边。好，来。有猫咪。黑洞的位置感觉还有点小距离，但应该 OK。阿里卡多内，好，来，我们去正前方那个洞窟里面。要堵这个洞窟，还是再拉一小段距离啊？我感受到吸力，有吸力，有吸力。好，我不确定它在哪里，但是吸力蛮大的。走了，吸力很大。这里，这个方向。我没有看到哈基耶。哈基，你在哪里？哈基，哈基人呢？我不知道。我在，看到哈基了。哈基，小狐狸八字。我不是。哈基呢？哈基，哈基走，正后方。前面有一条隧道。太近，再拉一小段距离之后再进去。再拉。这个心跳好紧张哦。哎呦，太刺激了这个人。OK， 右侧有一个。现在我觉得啦，只要我们三个人只要挂掉啊，就游戏几乎就结束了吧。因为我挂掉的话没铁镐，你们挂掉的话生命就没了。对，挂掉的话等于直接游戏 game over 哎、欸。哇，极限模式哎、欸。Oh no！ 好，我们直直往前跑，然后去看一下正前方那个洞窟，然后就搜寻那个洞窟。干嘛？村庄吗？有一个村庄，有村庄，有一个。Oh my god！ 我们现在是 GTA 麦块模式吗？在说话，一层掠夺一层啊！真的哦，抢钱抢娘。切点东西，决定就不下矿坑了，是不是？下矿坑感觉好危险哦，这个系列真的。我再挖一些跳槽孔好吗？不会有，不用了，我觉得够多了啦。够多了吗？好，够多了。这个系列你当个毛线球啊！带走。哎呀，快找！有人，你们有没有钱？有没有钱？没有。给钱，给钻石。三颗钻石就好，钻石会生成在任何一个水晶箱子，还是铁匠铺的箱子？铁匠铺几率比较大吧？
感觉起来是这个样子，但实际上是这样子吗？有任何人知道吗？有任何爸爸知道吗？哦，不管了 ，Go Go Go Go， 小光，我们离开村庄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也走，我也走，你们在那个方向的离开。这边有杨妹妹在平原上，在妹妹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你正后方，正后方，正后方，正后方 ，Hill Hill Hill， 你眼馋吗？我看不到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很远，我眼睛不好，近视，我不小心，你走了360度两次，结果还没看到，你跟草融合了，巧妙的，什么叫我跟草融合？你跟羽毛融合啊？不是、啊，好不好？这前方草，不要逼我砍你，呀，我有铁剑啊，你不要跟我 PK 啊，跑，各位跑，你们还有食物吗？小光，我还可以吃那个吗？我还可以吃金苹果吗？我苹果都给你了。哎、欸，我还有一颗、啊，我还有一颗，等一下给你。你还真的有啊？真的真的，我还有哇，找洞啊，找洞啊！哎呦，知道？哎、欸，这里什么洞啊？这边有个洞，这边有个洞。最好可以走了。试试看走吗？你知道这个挖了会这样子吗？你哎、欸，哎呦喂！我有预感，我有预感，可以。这个往下的，往下的，真哇！好，冷静。我们离黑洞够远吗？我们要速度，我们要速度。等一下，可以，我有盾。哦，对，哎呦，有点危险，啊痛！快，盾兵们上啊！举盾！我们要盾啊！盾。OK，Go。是啊，他上。我们要走岩浆，先跟着水下去，好，打怪，各位，我来打怪。盾兵们有苦力怕，正后方有苦力怕，小心盾吧。好，没事。正前方继续跑，跑起来。有铁镐，正下方两只 creeper， 正下方有光源，然后都是苦力怕。正前方有光源，前面有中介珍珠，不是中介珍珠。好，我感受到吸力了，各位跑，快跑，各位跑，等一下，这边有骷髅弓箭手，go， 跟着我走，快，吸力，钻石，哪里，这边，左边那个洞，左边有钻石，哪里啦？我这边有个洞，正前方这边有钻石，快这边有钻石，等一下，天高给你们，我丢出去了，我丢出去了，交给你们，有点那个，我回来了，我身上一条命，哪里有钻石？左边，这里有钻石，碎了！快，垫起来，羊毛不行，快！我垫了，我们要三颗嘛，他有几颗？一颗，三颗，四颗，有了，获胜！我们还要倒地表哎，还要倒地表 ，Go！ 不用倒地表，我觉得心里来了，游戏结束啦！三颗钻石 ，got！ 哎，我 Q 出去了嘞！哎，过了，等一下，我也被吸走了。游戏结束，哇！好紧张哦！哇，好紧张哦！啊！等我一下，布莱克哦。Stop！ 肾上腺素都被激起来，呼声！耶！我觉得这个是超正常的麦块生存里面最刺激的一切，最不正常，最不正常。Alright， 今天这集阿文手差不多跟到这咯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超级正常的麦块生存系列。今天的挑战也跟平常一样轻松的完成了呢，耶、yeah! ！好轻松哦。如果大家喜欢这种超级正常的麦块生存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。我们下期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